倒数三二一，请启动。哇，红星国中60周年生日快乐。好，我们请我们的双手，生日快乐，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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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国中60周年校庆，首先先恭祝普星国中60岁生日快乐。那在这边特别谢谢历届校长及所有老师们的一个用心，为我们这个普星国中培育了非常多在各行各业非常杰出的我们的地方的一个这个领袖哦。那为国家为社会来造福。那在去年跟今年这两年，从中央跟地方总共完善的学校有1400多万的一个这个经费哦。那另外呢，我们在普星国中也设立了一个制造科技中心，那作为我们周遭5乡镇的一个这个中心学校，来带动我们这个国中国小的一个科技的一个能力哦。那在这个校长也非常用心哦，整整一年哦，筹划了非常多的活动，让我们地方师生大家共同来关注学校，一起参与。那可以说这一年来办得非常的轰轰烈烈。那今天的这个校庆，除了我们有园游会，有我们的学生的这个升学展游，各式各样的一个这个展览哦，我想再显示出我们普中的一个这个团结跟用心哦。那在这边再次谢谢我们家长会及地方师生大家对于我们普星国中的支持，让校长在办学无后顾之忧，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一定能够为我们彰化，为我们国家社会培育出更多好人才。这个团队，好，我们请所有的这个朋友，一个团体活动的时间。你看到了，许正英、许理事长，我来跳起来哦，理事长。哎呦，平常是理事长，我让你头连哦，你出头连，你出头连哦。对，水哦。